的认知能力，所以趁你还清醒，自己还可以自主决定的时候，赶快下决定会好一点。那等到变成像那样的众生的时候，就只能够在他的心相续之中种下种子而已。不是没有用，但是他没办法领受皈依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。不过好歹他听，现在已经听过佛号了，他现在已经、好像当作音乐啊或什么，就是结下的这一个缘分，在许久许久的将来，这个种子必定会成熟。可是我想没有人愿意等那么久吧，所以现在大家一知道要怎么办了。好，这样会带来无限的功德。如果没有办法这样的话，如果你不晓得要怎么做的话，这边就有讲，那我们接着一起念诵。顶礼薄伽梵，如来应供正等觉护主无量光阿弥陀佛。顶礼薄伽梵，如来应供正等觉护主，这个是念处阿处佛，这个是梵文阿丘比亚，中文就叫做不动佛的意思。那不动佛的不动是什么呢？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以后，只供法王要到台湾传一个不动明王的法，就有很多的弟子很高兴。这个不动呢，意思就是叫大地不要动，等等的。那这个是道听途说的了。这个不动呢，其实就是不为烦恼所动，得到了解脱，这样。不是叫大地不要动。那你看，顶礼薄伽梵，如来应供正等觉宝髻佛，顶礼薄伽梵，如来应供正等觉妙相普传吉祥王。这以下都是佛的不同的名号，顶礼薄伽梵，如来应供正等觉遍世以珍宝月莲花的智者微光妙音王。顶礼薄伽梵，如来应供正等觉金色无垢宝光境界得救佛。顶礼薄伽梵，如来应供正等觉无忧殊胜吉祥佛。顶礼薄伽梵，如来应供正等觉传布佛法妙音海佛。顶礼薄伽梵，如来应供正等觉以殊胜法海心依化身全知佛。顶礼薄伽梵，如来应供正等觉药师琉璃光王佛。顶礼薄伽梵。